你好。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好好享受今晚的 party， 请坐。首先呢，我们要先谢谢 Ray 把2016年的最后一天留给我们。아네어그래서굉장히기쁘게생각하고여러분들과함께할수있어서너무영광스럽고네너무재밌을것같아요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真的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可以跟大家度过2016的最后一天。我觉得今天一定会非常的好玩。对，所以对，没错没错。啊，你们今天有带什么来应援的，都拿起来挥动一下，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们要一起跨年。好，让 Ray 看一下。哇。很热是吗？头发热，我好热。对，来，今天呢台北很热，所以我们就少穿一点。韩国的굉장히따뜻하네요。哦，台湾比韩国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呢，比较暖和。韩国其实特别춥거든요。韩国现在非常的寒冷。对啊，所以很好啊，你看我们今天可以在台上。看到 Rain 给大家这个最结实的一面，对不对？对。嗯，对，감사합니다，谢谢。不是，其实蛮久没来台湾了，对，有这一次再来有什么感想吗？네어글쎄요진짜대만엔정말오랜만에왔는데너무굉장히기쁘고그리고오자마자되게맛있는걸많이먹었어요네그래서네굉장히행복합니다对啊，我真的好久没有来到台湾了，那我真的今天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一来到台湾呢就马上吃了很多好吃的美食，所以我现在心情是非常的开心的。好，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吃美食，那可以讲一下就吃了哪些东西让我们知道一下吗？好，是你们应援的是吗？对，차롱보로도먹었고티果然네네티도먹었고그리고네만두그팥들어있는네有吃了小笼包，也喝了珍珠奶茶，然后我吃了就是一个就是包子里面有红豆，就是红豆包子吗？啊，对，而且在这个后台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来自粉丝的应援，在这个地方呢跟你们说声谢谢。好，是谁准备的？在哪里 ？OK。谢谢，非常谢谢所有的 Cloud， 在今天，就是既然能够来到台北啊，其实 Rain 来台湾很多次了，你每次来的时候觉得对台湾有什么感觉吗？대만은글쎄굉장히일단첫번째로굉장히아름다운곳이고요그리고뭐랄까아직옛날에야시장도한번가봤었는데네그때굉장히재밌었던기억이있어요그래서굉장히아름다운곳이고네즐기고먹고이렇게재밌게관광할곳이많다고생각을했었거든요근데아직한번도그렇게제대로해보지못했어요그래서꼭기회가된다면네그러니까관광을좀해보고싶습니다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那以前我来到台湾的时候呢，有去过夜市。我现在还是记忆都非常的犹新，就觉得夜市真的是非常好玩。那台湾就是有听说有很多的就是好玩的地方啊，然后也有非常多的美食。那很可惜的是没有多的机会可以去，所以希望有机会的话，正想去到处走走，然后就吃些很多好吃的美食。对啊，我觉得你来台湾的那个机会太少了啦，你一定要常来。像这一次隔这么久，大家是不是很想念，对不对？好想你，好想你。这一句讲得很标准耶，掌声鼓励。好想你，好想你。怎么会唱这首歌啊？而且你那边特别喜欢呀！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真的。对，喜欢，喜欢。对的，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其实唱这首歌的歌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我们现场也有马来西亚来的朋友，有香港的，还有来自内地的，有韩国的，有日本的，哇，还有吗？新加坡。OK， 好多地方，全亚洲的人今天都期待跟你一起跨年。네어쨌든오늘재밌게한번놀아보자고요
好，那我们大家，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一起玩吧。因为2016年呢，再过一个多小时就要结束了哦，所以呢，我们先来聊聊明年的计划好了。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好，我们请 Ren 正式来宣布，明年一开始会有什么计划呢？네그아이제뭐얼마안남았는데저는내년에다다음주에이제제새앨범이나와요没有剩多少时间了，就一个多小时吧。那在明年呢，就是下周呢，我的新专辑就要发行了。耶、yeah! yeah! ！네곡은싸이씨와제가같이직접곡을만들었고요。那这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呢，是我跟싸이前辈一起做的。아그리고이번무대는굉장히여러분들이보시면깜짝놀랄만한안무와이런노래스타일그러니까이스타일들을잘봐주셨으면좋겠어요그래서일단다다음주에2주뒤에나오는데굉장히기대가되고요那这一次呢这次的舞台呢就是歌曲的风格跟编舞的方面呢大家看了之后呢一定会非常的吓一跳就非常的精彩那两周后呢我的新专辑要出来了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我的新舞台네그리고아마이제내년에중국에서작품을했던게이제아마또여러분들께선보일예정이고그리고이제또아마최근에는이제드라마나영화를하지않을까생각이됩니다그래서많이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어요然后明年呢就是我之前拍摄好完成的就是在中国拍的一个作品呢也即将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明年呢就是发行专辑之外呢我还会在可能电影或是戏剧方面会有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太好了所以2017年就是我们和 Ren 的一整年，对不对？从1月15号全新专辑，请大家期待，一定很好听。今天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呢，有没有写下就是你们在今天希望 Ren 来回答的问题？有哦，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板子拿出来。好，今天很多人在进场的时候写下了想问 Ren 的问题，哇，非常的仔细，你们有看到有一张掉下来了 ，Ren 马上说那一张也要把它放回来。